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来欣赏网友虚左，虚左能忽右的一个精彩投稿操作，然后他用的是左柱，一记二技能过去被人打了一下，然后他替身，替身马上削过来，然后双方的替身，左柱替身之后被一个熊抱抱住之后，然后又给平 A， 没办法，刚刚替身只能蹂躏，任其蹂躏，哎，这个时候平 A 的早了点，然后就让他进入了霸体啊护身。刚刚一下就，哎呦我去，刚替身就被元魔控制住了，这次很尴尬，这个虚左这个右啊，左柱被虐得很惨，投稿第一波居然被虐得这么惨了，不应该呀，不科学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其他笔能不能有创造奇迹啊，往回跑一段距离，霸体开起来，二技能回敲没有漏到，哇，还是被熊爆。虽然有霸体，但是这个雷影他就是牛逼啊，管你霸体不霸体，照样把你爆起来。贝壳丢个过去，对方开，哇，直接拉过去。平 A 啊，其他比和这个四代雷影好像还是个关系还挺好啊。平 A 一个一技能卷起，再把它往回敲。哎，对方替身了，替身之后被敲了一刀，又被熊抱一下，吃了两个技能啊，对方就剩一滴血，只要平 A 一下就死了。我的天啊，对方就一滴血，你也自己开大招，你高高在上的视角对大哥说话，也是厉害了，一个大招把人家一个残血的打掉是吧？就一滴血也自己开大招嘛，还花个表情啊，对方也回个表情。我们看第二回合，不是第三回合了。对方叫做死亡骑士，霸体开起来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一技能卷起，现在他那个秘诀好像时间已经短了很多啊。刚开始那个秘诀确实太长时间了，什么技能都没有他长。我还被罗辑王推开，二技能没有打到，对方开了只鲨鱼，把他咬了一口，一个替身，平 A 之后再拉过来啊，对方是谁？网络卡还是什么？有点卡，一技能卷起来，对方替身，二技能没有打到，哇，这个回旋转的很厉害啊，躲过了对方的螺旋丸，然后招了个元魔，这个是我卡还是他卡呀？好像是他卡，他网络有点卡，我看到他这个是边打边录的，所以说有点卡，他的信号刚才都是有的时候一格红的。这双方都在平 A 之中落地保护，二技能没打到，往回走。这块呢，现在就剩时间，就看谁的血量耗了。最后一秒钟，是一个一技能，本来是其他比血量少，最后那么一秒钟就翻盘了啊！这就所谓大难不死，后面就不更好打了。我们看第二回合啊，第四回合，这可能是网络有点卡，可能操控没那么好操作，要不然应该不会失误那么多啊。对方飞天啊，名次的飞天和这个奇拉比的飞天是有天壤之别的，奇拉比飞天之后还能变身，但是名次就不行了，虽然说他们的飞天都属于无敌状态啊，但是感觉更你奇拉比更牛逼一点啊，毕竟奇拉比是 A 人，那个名次只是个 B 人啊。飞天，哇塞，两个他先飞完之后再他飞，替身之后啊，看有点卡是吧，确实有点卡。哇，最后落地的一瞬间大招开启，这么卡的网络也能翻盘也是不错了啊，强大无比的我迅落击闪的你，这个很爱说巴嘎亚路对吧。